1 hour later.下香根，然后下去香根神社，然后现在一直走路，终于是这台车，它是这样的，所以我被卡住了，我老婆还在前面，所以我现在去赶着跟我老婆会，就我一直往前走，但是我还不知道，这是糟糕。香根神社，那他就走他的，然后他也不会来停下来，好吧，自己靠自己啦。神社喽，因为要走13分的路程，所以有点久，就这样一直走。我老婆在走去哪里？鸟居到这边还是一直走，会不会走太快了？我真的忘了我去哪里了。你自己走了，这里晚上应该很漂亮，因为如果点灯的话，这个都很漂亮，很好看。
真的走这种户外的就感觉是在运动健身一样，一直在赶看风景的话，然后后面几天几乎都逛街的，还有要去环球影城，四月才来，十月有趋势，是呀。快转的同时啊，那就让我来介绍一下箱根神社吧。箱根神社啊，是位于日本的神奈川县。传说啊，箱根神社是建于孝昭天皇时代757年，位于芦之湖的沿岸。当地啊，为了让新的船只下水时而祈福而建立的一个神社，所以啊，它的鸟居啊，也就是在芦之湖的旁边而已哦。所以这个鸟居啊，也有水上鸟居的支撑。Let's go。香根神社，香根神社，这小生分神社里面，那就这样。由于时间啊没有抓得很好，所以我们芦之湖的海盗船啊就没有搭上喽，只好让你们啊欣赏一下湖面的风景哦。在欣赏风景的同时啊，我来介绍一下芦之湖吧。这个湖泊啊是属于箱根山的火山湖，大约形成约3000年前，是神奈川县内面积最大的湖泊哦。那它现在目前也是一个非常知名观光的圣地。从这个湖面呢、啊，也可以远望富士山哦，所以有很多游客啊，也会住在这个湖面的附近的所有的住宿民宿。那从这个窗户一打开啊，就可以看到富士山的景象哦。那芦之湖的海盗船呢、啊？它的港口分别有原箱根港跟箱根町港这两个小港口。你们所看到的画面呢、啊，是在箱根町港这个港口拍摄的哦，是不是很美啊？那就让我们好好欣赏这美丽的风景吧。